誒左邊啊，左邊啊，林姐，林姐，呢兩位唔好嘅嚇，有好多人揣摩上意，你咪一句説話都係利益啫嘛。阿爺睇你邊有運行啊，啱唔啱啊？咁所以咧，聲勢好大，差唔多適時適可。變數還嘴，即係咧，阿爺咧，其實咧，唔係淨係中國啊，任何嘅政治層面，包括好多私人都係，從來咧都唔會咧係冇 plan B 嘅，一定經過沙盤推演，將所有嘅變數咧係攆透。明唔明啊？即係話咧，林鄭月娥出嚟，佢有乜嘢強項、弱項？佢去到乜嘢程度，有可能俾人懟冧？懟冧嘅時候，用邊一個做代替品？冇可能冇人影響中國。今時今日中國滿清嘅時候就冇啦，啊晚清嘅時候就冇啦，我知係啊，所以咁慘啊！你今時今日中國人，中國共產黨啊，係絕對唔會係冇 plan B 嘅，會唔會話？好似報紙一回話話張德江話我只係撐林鄭嘅咧，嘥氣啦，係啊都唔會講出嚟啦，係咪啊？只不過啲人咧執到少少咧喺度作大故事，一定唔講，唔會講以中國人嘅民族性。第二個加民族性我唔知，中國民族性咧我自己咧比較上咧嚇瞭解，我中國人嚟嚇，睇到唔會係咁樣講明啊。咁所以咧變數咧唔大，有 plan B 一定有，甚至乎 plan C 嗰啲點咧有，包括最差嘅情況，係咪啊？走出嚟雖然話好好笑嘅，啊人家係長高個名，跟住佢選到，咁你阿阿 point 啊，阿爺話即係喺上面咁樣，咁係嘛？咁唔阿 point 會反面嘅喎，變成危機嘅喎，一定有推演，冇推如果冇推演嘅話咧，呢、這個就唔係中國共產黨呢、這個。啊、所以咧，大家咧拭目以待啊，睇佢啲發展事情喺度。長都真係，你如果未冇咁嘅事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幾好啊！暗示會切換啊嘛，即係啊，咁啊，教育局長仲未揾到人啊，教育方面未揾到適合人選啊嘛，抵死啦！如果唔係換佢，如果唔換佢嘅，一定死。所以咧，我自己嘅提議就話喺呢個時候咧，佢要考慮咧，其實咧並不是點樣做勢。啊！嗰啲留翻俾阿爺，同佢咧約陣守住個大後方。最重要嚟講咧，就係話第一你個團隊啊，第二咧幫你定下你個謀略。有團隊都冇用嘅，你個謀略係佢揸啲嘅喎，因為政治風險係佢孭嘅。佢行一個咩路數咧？佢係一個叫戰略手勢、戰略攻勢，係咪啊？亦話咧係全面出擊咧？個分別係好大嘅。香港咧到今時今日都係，我哋咧係蹉跎咗20年啦，越打越差。其中一樣嘢咧，香港唔係冇叻人，乜嘢香港嘅人才都有，但係偏偏出唔到一個咧係真正嘅政治人才。嗱，政治嘅考慮咧係唔同一般咧行政管理、經濟金融係兩回事嘅。一定要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要睇得咧係要闊全局，即係話咧，香港即對於中國，即對於全世界，你嘅定位喺邊度，係咪啊？跟住之後咧，香港喺咁嘅定位嘅情之下，究竟係出現咗咩問題咧？個根基喺邊度咧？好多人話，因為咧就行政同立法嘅關係咧就好差，我都知啦。都打大交咁滯啦，爭在未出刀隊嘅啫，係嘛？咁都唔知咩？單單就係點解？點解行政立法係唔和諧啊？梁振英咧就係呢個乜乜咁樣，咁呢個喺度噏，呢個係呢個咩？呢個係政治宣傳嚟嘅，唔係實事求是，唔係一個唯物辯證啊！究竟係點啫？啊，咁梁振英政府確實係有佢嘅責任，但係就係呢個係主要原因，呢個係對方。係有啲即係所謂叫你打緊兩邊嘅，起碼都係咪啊？另外打嗰邊咩原因會出嚟咁樣打法咧？咁樣一係啊，我相信香港冇人睇得到真正嘅原因，或者睇到唔
夠膽都要仲衰出嚟講，我在場民嘅話出嚟，成日都想和稀泥，和稀泥，和稀泥咧係永遠唔可以解決問題嘅，啊！所以咧，即係佢咧，林鄭月娥咧，啊，當佢做特首，如果佢行翻同阿梁振英啊，好不幸地啊，五年前我都咁講啊，係嘛？林鄭月娥之前，佢再行翻呢一條咁嘅途徑嘅話咧，佢一樣死。一樣死，你打得喎？點打得啊？你管理上打得有鬼用咩？係咪啊？好簡單啫嘛，丁屋佢搞得掂咩？佢林鄭之前咪搞丁屋嘅，搞丁屋僭建嘅，係咪啊？搞得掂咩？佢一出手咋，我已經話啦，佢冇可能搞掂，得一個城之後搞掂嘅啫，出嚟無神通嗰套啊，係啊，土改。好嚟講㗎，出軍隊呢、這個拉佢包佢，呢、這個抄家滅黨，呢、這個搶佢，信唔信？咁啊，啊信。咁但係今時咁係中國，今時咁係香港，有冇可能啊？連阿賢都唔敢做啦，係咪啊？長高攞土地啱啊？咁即係點啊？即係做唔到啦，做唔到你就咪鬥啦。係咪啊？鬥好之後跟住出翻條狼，你攞咩？你攞宣傳啊，攞彩啊，係咪啊？呢個就政治啦，知唔知啊？係政治呢樣嘢就話啲嘢係應該做，跟住佢係啱嘅，但係咧喺咁嘅時勢之下咧，你做嘢 PK 嘅，係啊，啱做都做都要 PK 就 PK 嘅，啊有啲嘢咧唔應該咁做嘅，但係你唔做你就 PK 嘅啦，係嘛？所以即係呢個即係其中一啲嘅政治智慧啦。所以佢即係會換咧，佢係啱，但係佢使唔使快講出嚟啊？你同我近多啲啦，大佬，係咪啊？即係如果係我嘅話咧，我就即係一定要量才而用，我用人為才。喂，呢啲嘢任你點講，任你點諗都啱噶，啱唔啱啊？我想實真名啊，咁樣係咪啊？即係要用呢啲嘢咧，大嘅題目。我點講都得嘅，啊！佢麻痹敵人，啊！佢統即係咧係統治自己人，啱啊！咁到時嘅時候，我點去變？角度係點樣？力度係點樣？嗰、那個秩序係點樣去做嘅？我話事啊嘛，係咪啊？我用財而用啊嘛，你冇財啊嘛，就由你走啦，啱唔啱啊？留你喺度，你有財啊嘛，留你喺度啦咁樣。啊！呢啲係白搭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依家嚟講咧，如果真係咁暗示嘅話咧，就做好少少。咁證明佢咧，好大力量咩咧？喺政治層面咧，仲未夠班啊，係嘛？嗱，帶佢去啦。喂，依家好多人喺度投靠佢係咩啊？嗱，國書啊，呢啲係咩啊？濫竽充數啊！啊，出面啲生咧。喺巴喺吹嘅時候，佢哋喺度咁人吹佢就咁樣，誒唔知佢係假嘅係咪啊？跟住咧捉佢嚟，跟住佢就話即刻要議程啊，係嘛？佢因為佢唔識吹嘅，一樣啦，好多南國先生㗎，挨埋去，我唔係呢幾個係啊，啊但係佢依家嚟講咧，佢如果唔識得去提防呢啲人咧，佢又係政治白痴嘅，真嘅，你一。可能拿住個權勢，佢依家位置係差唔多要太子咁就，係嘛？我咧就係、是、我細聲效忠，宣誓效忠。我咧就唔係為咗富貴嘅，我唔係為咗權位嘅。有兩個字冇講，志奇嘅，係嘛？一陣間睇嗰出你睇到噶，魏太子是啊，係嘛？阿魏太子咧又話：，太子我咧我係咩嘅，連佢老豆都笑啊！魏王一樣啊，咁所以咧要小心，因為咧當政策決定咗之後咧，幹部嘅選用咧係成敗嘅關鍵。政策係佢自己定嘅，同埋傾埋，但係咧點去執行政策咧，令到佢政策成為一個真正嘅實際效果咧？呢、这個就係個團隊啊！你嗱嗰兩句説話邊個講咧？毛澤東講啊，哇！好多喎，200萬，你慳啲啦你。
競選一日先使到200萬，其實好少嘅，大佬。一個有錢佬嘅一揮就1000萬、2000萬啦，係咪啊？啱啊！佢眾籌就200萬，啲人話嚇，記者好勁嘅，你嚇，你呃人，你呃啲唔識計數嘅人，真係啊！200萬啫，每人如果20人，每人幾10萬就已經200萬。咪佢每人1000啫，因為嚇，咪即係講啊，即係個數啊。其實好少嘅，知唔知啊？啊，所以咧唔好俾你啲咁嘅數字咧嚇，即係哇200萬好多啊！喂，對於你同我嘅多啦，啱嘛？但係對於一個政治嘅活動嚟講，啊，一日先200萬啫，就算第一日，哦好啊，已經係嘛？依家我唔知你籌幾多啦嚇，跟住已經有人出嚟講啦，喂，多咗出嚟要捐出嚟喎要，啊捐出嚟繼續。啊嗱，呢一樣嘢啊！又提得幾好喎，可能真係有骨㗎，因為咧阿譚志源出嚟講話，喂多啲捐出嚟喎，喂即係我有冇同大家講啊？阿曾俊華佢當年去清華搞科時啊，俾做團長啊，咁每人政府唔知俾幾千蚊唔夠咁啊，每人咧就可能再加1000幾百啦，係咪啊？咁12、13人咁樣啊，跟住之後咧買件物咧，咁啊買啦嚇，剩翻咩後最後咧啲派錢唔知70、80嘅。咁啊爛鬼手錶200蚊隻啊，原子筆啊，大人200蚊支嗰啲咁爛鬼嘢啦。咁你屆屆都係噶啦，就係、是、拎出嚟咧就係、是、抽籤啊，抽即係大食會啊，拉屎嘅 farewell 嘛嘛，佢抽佢啦，佢唔係，佢全部錢都攞咗咗做團長。咁點解邊個人講出嚟嘅咧？咁樣有份去嗰個文職嘅我嘅老友爆出嚟，話呢度氣温啦。啊！即係可靠啊，係咪啊？啊，準確而可靠嘅，佢就呢種人啊，所以可能談錢咧，知道呢個故事啊。喂，多嘅唔該拎出嚟嚇，要捐係咪發嘅嚇咁樣？唔出奇噶，有骨嘅可能啊。咁另一方面嚟講啊，馬飛心啦，得辭職啊，辭乜鬼嘢職啊？佢見埋工仲話2次啊，跟住咧又話好熱愛蘇格蘭啊咁樣。你一早唔知道香港唔係蘇格蘭嘅咩？一早唔知道嚟香港做幾年嘅咩？做5年啊，好似嚇，跟住咧搞咗5年工都仲要飛翻蘇格蘭，你睇下幾惡劣啦！你制唔制啊？啊！呢份工主要攞份工，搞咗5年工你都制喎，咁即係點啊？呢份工係點啊？唔係好惡啃啊，係啃唔落啊，再啃我要死啊！嗱，因為咧覺得好無聊啊，知唔知啊？即係。黐啊！呢個香港大啊，啲友咁樣，你成日對住啊咩戴耀廷啊咩陳文敏嗰扎，喂呢啲係其中嘅代表者喎，有大把呢個人啊！你一日對住佢，好快你就癲嘅你會，係咪啊？咁仲唔走？佢話我仲想啊，即係翻去正義場上咁樣退休翻去，有錢都冇領領享啊！大將話佢全大蠢，或者你金銀勇退係咪啊？你根本就冇得玩嘅，係嘛？繼續啊！享受者為高喎，減咗人工你都走啊！嚟有啲錢嘅錢唔爭啊，但係你好似冇講知奇啊，係嘛？呢個英國嘅國旗，即係點啊？講無力係啊，英講冇嘢㗎嗱。英國人到今時今日，我始終都係第一冇 ideas 啊，即係佢嗰個諗嘢咧天馬行空咧。brainstorm 咧冇得你。第二咧，用好靚嘅言辭、好技巧嘅説話，將你演繹出嚟，冇得你。跟住咧，要做咧冇得整，冇得整。啊！我當年咧去英國嘅 Bramshill 科室咧，做呢啲設計課程咧，親身經歷過。哇！正喎，點解我諗唔到嘅？你一講。發覺哇，又係喎！佢發覺佢啲漏洞正喎，乜我係諗唔到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個 project 咧就係2個禮拜嘅，都要做呢幾部工作啲嘢。咁到第4日仲喺度坐喺度講緊，我睇佢咁功課嘅大佬，你寫 project 你唔係寫幾個詞作文啊，大佬係咪啊？你要去研究啊，又要數據啊，又要分析啊，又要去打啊咁樣啊嘛。跟住我話，我後屘咧我頂唔順啦。第一個禮拜尾嘅時候，星期五咧就我舉手，我可唔可以講嘢咁樣？
Alex 未講過嘢啊，我心諗我點講嘢啫？你呢啲嘢口齒伶俐，跟住就話我哋幾時開始做啊？啊，呢個係真係好啦，呢個真係好嘢，真係好啦，呢個係一個非常 valid 嘅問嘅 question， 跟住繼續講，繼續講，真係，所以咧。嗰啲 IT 真係講你嘅，講要有流利喎。今日答你咧，十分鐘唔使答你嘅，啱好講。但係問題咧，一到做咧，大鑊啦。邊個畫圖啊？我咧就其實呢樣嘢唔係好擅長嘅畫圖咁啊。啊，邊個攞料啊？呢樣嘢啊，邊個咧就對我景區熟啲？我就唔係好熟嘅咁樣。即係做咧就大家講咧，我都講呢個有邊個熟嘅，啊，繼續。好啦，睇下經濟啦，啊，海航啊，呢度啊，三幅係佢嘅連取，佢價咧係超過市場價百分之廿幾嘅，呢個係咩意思啊？即係連地產業啊，我哋香港都守唔住啦。地產佢幾多霸嘅霸權喺度係咪啊？大陸上嚟咩啊？冚死你用銀紙，好簡單。啊！呢、這個第一個睇到嘅就係話咧，以往大陸公司嚟香港投地有幾錢啊？你喐出咗十零廿億嘅喎，你以前負責加咗個幾億，係咪唔使諗啊？依家幾多錢啊？咁，淨係個車價都萬三千幾萬至，因為三千一萬四千，土地價嘅喎。唔係，其他嘢都仲未計。你睇呢個勢啊！我哋香港咩啊？地產啊，都岌岌可危。咁當然，我眼中我就話知佢啦。啊，你要香港嘅公司咪由中國嘅，大陸公司由中國嘅，我啲大中華思想我真係冇所謂，係嘛？最緊要咧，又平又靚，啱嘅啦。但問題你可以睇到香港自己本身嚟講，如果仲係抱住香港小香港嘅嗰個境界啊，大香港主義但係小香港境界，你死啦你！啱啊！冇啦，因為你啊，反正全世界已經整發出呢幾年，你香港你仲苦殘守拙，繼續死，繼續啊！廿三條立法重啟政改嘅，弱石亂投啦，點做啊？點做啊？泛民會撐你咩？你都係泛民嘅，就算你係泛民啊，我當你真係已經有啊。佢會撐你咩？佢一立廿三條即係點啊？即係點啊？一切打回原形，啱唔啱啊？哪怕暗松都好，整到把劍喺上高。把劍雖然唔係最鋒利，但你都死啦，係咪啊？會唔會有人願意啊？唔會啦。咁你車想點啊？急咯！即係建制咧，應該咧投入佢都唔多啊！張德江啊，張德江同埋孫春蘭你落嚟啊，統戰部部長之前已經唔係應該唔係太多。到今時今日，兩個啊呢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嘅正組長、副組長喺曬度，坐咗喺深圳啊，更加歸邊啦。起碼咧呢個提名階段係咪啊？咁要上斷頭咯，仲要同步啊！你講下你點做啊？點做啊？你估你係特朗普啊？特朗普咩啦？係咪啊？俾人哋上法庭制住佢啦，咁佢重啟政改添。咁呢個睇到係咩咧？好簡單一樣嘢，亂咧，心急，提名就出啦嘛，係咪啊？依家嚟講咧，雖然咧佢成日做緊呢樣啊，又想。咩 Facebook 啊，咁又去咩攬下啲狗啊咁樣，呢啲小動作冇用噶啦，係咪啊？因為嗰啲都冇票噶嘛，你都講一次二百選委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我就睇佢約約石亂投啦，依家嚇繼續。嗱、呢個英女王啊，登基兩週年，一生以正抵制佢嘅衰敗，啊係咁樣，知唔知啊？唔係咁啊，係慢慢落，跟住咧越落急兩句，越落一個拋個線，係嘛？咁所以就幾陰公啊，唔關佢事啊，你自己個民眾啊，啲惡
佢國民嘅整體衰落。咁啊點都好啦，佢繁榮咗起碼三百年啦，已經啊維多利亞佢話咩話破創咗歷史啊嘛，係第幾錄？佢破咗維多利亞女王咧統治過啊，有鬼用咩？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曬咩？錦上啊嘛，咬腰上知唔知啊？你依家係啊苦吹咁落嘅，都兩回事已經嚇。咁佢其實佢都啊揸得住都算係咁嘅啦，佢都啊咁長嘅啊，一陣唔緊張。